紧张。现在看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高铁的限量礼物，高铁限量礼物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是不是？看过我做主持活动都知道，我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你不动，我才送；你不动，我才送。好，我现在手上的礼物一会儿就要送给大家，所以非常大方送了。今天要推荐给各位几个好吃的高铁便当。既然我们高铁远道而来啊，让我来各位介绍一下。在我的这个左手边有我们非常好吃的香烤鸡肉，而且重点它是七味子的香烤。